人都有看到。我请你离开，你不离开的。一名60多岁妇人遭民众联手压制在地，因为被压制前企图袭警。你还对我骂脏话？女警巡逻查缉公园赌博，发现妇人和别人爆发口角，到场劝架反遭攻击。妇人情绪激动，怒踹女警腹部，飙脏话叫嚣，还作势咬人。为王显仁持续叫嚣，并踹沈源腹部，沈源不慎跌倒，致脚部擦受伤。屏东一名男子疑似喝醉，忙路上叫嚣闹事。男子裸着上身大声咆哮，还不断飙骂三字经，附近邻居冲出来查看，男子还不断把东西往外丢。31岁潘姓男子从屋内拿出玻璃瓶，直接往51岁潘姓男子砸，两人疑似早有嫌隙，喝醉后爆发冲突。在家在家嘛，你看啊，你两个不是是三个，那要跟你拍，没法在邻居口角拿酒瓶伤人，彻底撕破脸。受伤的邻居不留情面，提告伤害罪，要为自己讨公道。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道。